知道我是怎么处罚小李子的吗？我们早就知道您处罚了李总管，还让他每天面壁3个时辰。不过啊，话说回来，让李大总管顶着个马桶罚站，这事儿有点难堪啊。你们都知道了，是怎么知道的呀？美玲呐，是不是你在偷听啊？是我，但我不是偷听，我是来看看您给李总管什么样的处罚。你是怕我不给他处罚，监视我来了吧？不是，太后，我们哪敢监视您呀？怎么不敢呢？我看呢，就是你十三的主意。美玲呐，这些天也没过来看看我，是不是还在生我那天的气呀？没有，我哪敢生您的气呀？这几天我在城里呢。我听说你交了个美国副公使朋友，是有这么回事吧？但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知道是普通朋友，你得时刻记着自个儿的身份，你是大清国的格格，别净往洋人堆里扎，听见了吗？是太后。多跟你姐学学，干点有用的事儿。这些天你们都累了啊，给你们放2天假，好好出去玩玩。咦，这张先生怎么没一块来呀？他有事去了。太后，您还想说什么呀？说你姐，这岁数也不小了，我这心里都急呀。启禀太后，这是今天新送来的折子。放下吧。太后，那您忙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玩啊。我们先走了，太后。去吧。等等啊！来人呐！师傅晕倒了，师傅晕倒了，快来！来，把师傅抬到屋里。师傅，师傅坚持住，师傅坚持住，师傅坚持住，师傅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启禀太后，我师傅他扎不起，晕倒了。挺严重的，有多严重啊？晕倒了。我知道晕倒了，问你有多严重啊？这哐当，他就晕倒了，挺严重。这么不经站呢？才站了1个时辰就晕倒了。我师傅他站了3个时辰。太后说让他站3个时辰，他就站了3个时辰。该听明白的没听明白，不该听明白的听得倒挺清楚的。严重，去穿个太医吧，给你师父瞧瞧病。这回来告诉你师父，以后也甭3个时辌什么1个时辰，每天站上半个时辰，不许再偷懒，听见没有？这
总管，您好好歇着。告辞了。师傅啊，师傅，太乙他走了。师傅身体真的不行了。太乙怎么说呀？太乙说你没啥大事儿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师傅身体不舒服。太医他下药没有啊？啊，下了。嗯，下了什么呀？冰糖。嗯，还有呢？还有陈皮啊，大枣啊，枸杞，莲子。这不是八宝茶吗？师傅要喝八宝茶，小的去给您拿去啊。小六子，不用了。太后知道我病了吗？啊，知道。太后说什么呀？太后说，以后你站半个时辰就中。师傅半个时辰也站不起来呀。你师傅平常你发小的们顶马桶的时候一站那就是两个时辰呐。你们年轻啊，师傅几岁了？是。太后还说了些什么？太后，她末了还说。末了说什么？还说。太后说，回去告诉小李子，今后不准偷懒。谁偷懒啊？你跟太后说，师父没偷懒呐。师父，您。师傅一站久了头就晕啊。那师傅您就坐下。好。慢点。我腿。师傅啊，你休息，我去给你拿八宝茶去。我的药啊。好嘞。你看，这里的景色多美，有山，有水。再往前面走，就是青莲庵了。青莲庵，就是你原来打算出家的地方吗？是，我在那儿度过了两年。那里的师父还有姐妹们都对我很好。姐。没想到你回国之后走了这么一段坎坷的路。你还在怀念林一中吗？是，我怀念他。姐，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，可你也不能总陷在里面啊。我看你啊，就应该赶紧答应张海生，你看对你多好，你还让他等多久啊？
道是因为七哥。美林，你不了解姐，也不了解七哥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们的亲表哥。我已经伤害他一次了，你害怕再伤害他？是。姐，你总这样为别人着想，你也该为你自己想想了。人的青春才有几回啊，就这么一回啊，姐。好了，美玲，今天我们是出来玩的，不要再说这些了。我带你去爬山去。走吧。太后啊，奴才有一件事情要向您禀报啊。您邀请了法国公使夫人来园子里比赛乒乓球，法国公使夫人已经非常愉快地接受您的邀请了。哦，是吗？那看来我得准备准备呀。不说打赢他吧，咱也不能让他瞧不起咱呢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小李子？哎呀，太后啊，依奴才看呢，那太后那个乒乓球的水平，不见得比法国公使夫人差呀。这还没比赛呢，你就这么早下结论呢？小李子，你这身体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回太后，奴才身体已经好多了。奴才一直牢记着太后说的话，做事现在非常谨慎呢。通过这事儿能长点记性，那还真是不错呀。看来我得赏你。哎呀，谢太后。赏你点什么？没想好，想好再说吧。奴才还是谢谢太后。玉莲。海生，你画的真好。原来真是因为七贝勒的原因。作为表妹，你怕再伤害到她，这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也不能因为怕伤害到她，就不接受别人对你的爱，就一辈子不嫁人吧。美玲都跟你说了。海生，其实我跟美玲只说了我心里另一面的想法。那还有一面想法是什么？另一面的想法就是，我没有说过我不接受别人对我的爱，我也没有说过我以后就不再嫁人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对你的爱？是你有其他想法吗？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，还是你心里另有？海生，你不要这样想。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我接受了你送我的那段泥人。我知道，你就想让我和你就像那对泥人一样，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。玉莲。海生，看把你激动的，这下你就放心了吧。玉莲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我一生一世都爱你，一生一世都疼你。奴才玉明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没事，奴才跪着就行，跪着就行。朕闻听你是咱们满洲人，啊，而且素有才干。朕想问你，
以前都在哪做过事？啊，奴才啊，曾经在牧场当差，就我那牧场啊，你。嗯，牧场当差。好，你把你的履历写给朕看看。履历？你愣着干嘛？把笔墨纸砚给他。这样。看来他是写不出来吧。既然你写不出来，朕就劝你啊，回你的牧场锯你的木头去吧。不是皇皇，哎，皇上别骗，于大人可能是紧张了，你容他再跪。就这种样子，你让他去四川演法道，这种水平，他去了。能出得了事儿？让开！让开！皇上，哼，不是，娘娘，你看这事儿，我求你，你再帮我，你帮我说说，我求你。你还敢求我？原来你就这水平，还素有才干，今天呢？你的才干呢？您当初不说给银子就行？闭嘴！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带下去。娘娘，给奴才走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美玲，你怎么总像个孩子，一直都长不大？姐，姐，你真是的，白天还让我为你掉眼泪呢，晚上你就答应张海生了，是不是？他告诉你了？哪像你呀，自个妹妹都瞒着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还没跟你说，要不是你告诉他我跟你说的话，才不会这么快答应他呢！我到现在还后悔，跟你说的太多。这么好的男人你都后悔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答应他，他可就被别人抢走了。谁都抢不走。你羞不羞呀？你呀！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真的不知道，他就那点水平。你不知道？那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朕？刚刚为什么还要替他圆场？你知道吗？这种事情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想朕？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往后臣妾再也不干这种举荐人的事儿了。朕不是不让你举荐人，你举荐人本身也没什么错。朕是让你举荐有真正才干的人。那个玉明，他还是咱们满洲人，依朕看。他把咱们满洲人的脸都
都给丢尽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吗？正儿，咱们现在每走一步都得小心谨慎，切莫再受人把柄。我已经失去你哥哥了。 皇后娘娘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小宁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皇上今天招什么人奏对？回皇后娘娘，是一个叫玉明的玉大人。他是什么人？皇上都召他奏对什么内容？奴才没听清楚。我看是你不想要命了。奴才说，这个玉大人是在牧场当差，皇上让他写出履历，他好久也没能写出来。皇上想让他去哪儿主事？好像是四川的盐法道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以后学机灵点，下去吧。这。 贝教，去哪儿？皇后娘娘，颐和园。哎呦，哎呀，行了，坐下吧，十三。太后，您现在打球啊，大有进步，您可以跟法国公使夫人打一打了。有进步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反倒是越打这心里越没底。哎，看着能打好的球啊，这反倒打不过去了。 太后，这就说明你有进步了，只是您的意识比手法进步得更快。嗯，您现在已经可以设想很多对球的处理方式，只是手法上有些欠缺。您现在从接球到发球到扣球都比以前有力度了。哟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还真是有底了。嗯，十三呐，你说那个法国公使夫人。 我打得过他吗？打不打得过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您参与了这场活动。就像前年那样，卡尔夫人去给你画像，后来你们不是相处得很好吗？嗯，有道理。咱们不在于跟他们打乒乓球，咱们在于交流。对，让他们看看咱不是不了解他们，咱不是那么顽固不化，得让他们瞧瞧。 什么叫泱泱大国的气度？太后，您的思想有进步了。哟，这就叫有进步啊！嗯，这叫什么呀，孩子？这叫外交。这外交啊，不光是在宫殿里边帽上，还有家长里短的游戏当中，知道吗？太后，你有时候真让人捉摸不透，总会给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 十三呐，持家很难，这治国呀就更难了。尤其是一个女人呐，这不多听听多看看怎么能行呢？你没瞧见呐？我老让小李子给我讲讲外头的新鲜事儿。哦，还有你十三，你的一些建议和想法，我也都在采纳呀。嗯，太后，嗯，我还要给您提个建议。嗯，说。你呀，要多举办这种外事活动。 不仅要跟法国的公使夫人打，还要跟英国、美国、丹麦的公使夫人，邀他们一起来参加。嗯，这个建议不错。还有，太后，
你还要学习俄国沙皇彼得大帝那样，走出国门，去西方的发达国家看一看。十三呐，不瞒你说，这也是多年来我的一个愿望呢。可是不是这个事儿啊，它就是那个事儿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怎么着啊？咱们接着练呢？好呀。太后，启禀太后，皇后娘娘求见。这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呀？把他带过来吧。这，哎，还是我过去吧。嗯，十三呢，你等我啊，咱们回来接着练。嗯。冬玉啊。姑妈，嗯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大老远的又跑过来。姑妈，我有事儿找您。什么事儿啊？嗯，这回啊，你可一定得出来说话了。你知道那个甄妃这回把官卖给什么人？她把四川的严法道卖给了一个叫玉明的人。这个人啊，原来是在牧场当差的。今天皇上召他奏对，他竟然连自己的履历都没写出来。你说的可都是实情啊？全是实情，绝无虚言。这个甄妃啊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我就知道卖官卖到最后，一定是只认银子不认人。既然是这样，该是连锅端的时候了。姑妈，你想怎样？要不我把那个甄妃给你招来。行了，别急，得一步一步的来。现在把那个叫玉明的人给弄清楚。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？他原来在牧场当差。他连字都不会写一个，这些都不会错的。嗯，那就更不用急了。太后，奴才这两天跟踪的那个人，皇上就要召他奏对去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他回山西会馆吗？山西会馆。太后，要不我找人把他带到这儿来。不用你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师父，这是有咋了呀？哎，跟你说了没用，反正呢，你今天伺候太后要特别的小心。哎，是。哎，那太后她……师父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今天反正要出大事儿了。要出啥大事啊，师父？小六子。师父刚刚说话你没听懂啊？你追根究底，问问问问问问什么？哎，是是是，下去。这真主要出大事来。太后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您不练球了吗？嗯，先不练了。十三呐，我给你派一个差事，你进趟城，带个人到我这儿来。谁？这个人叫玉明，住在山西胡同里的山西会馆，是不是？玉明，他是谁？犯事儿了吗？这个人是没犯事儿啊，他是牧场当差的，是另外一个人犯事儿了，但是跟他有直接关系。另外一个人是谁？犯了什么事儿？太后，你总让我办事儿，又不告诉我为什么。我告诉你，等你把他带来了，我就告诉你他犯什么事儿了。嗯，行了，赶紧去吧啊，千万别惊动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是太后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去吧。姑妈。
你干嘛让十三格格去啊？他一直都是向珍妃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就是出于这种考虑，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。等着事情的真相闹清楚了，他自然就不会再替珍妃说话了。除此之外，派他去，我也是想对朝廷上下都有个交代，省得他们说我打击异己，连皇上身边的人都不放过。你知道吗？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，这是大事儿。那姑妈，您就不怕十三格格他怨恨你啊？十三比以前可是成熟多了，但是还需要历练。他会明白的，这做大事儿啊，感情不能老是放在第一位呀、是，姑妈，您说的是。可是姑妈，您想把那个玉明招来，把事情弄清楚之后，您下一步打算？下一步我自有打算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小刘子。奴才在。去叫你师父把恭亲王给我请来。这。姑妈，你把恭亲王叫来做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得对朝廷上下都有个交代。这恭亲王在不是更好些吗？哦，龙玉明白了。行了，你赶紧下去吧，他们快来了。姑妈，您这是……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这是叫你避嫌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大臣们不敢说我，但是他们敢说你。他就是听不明白呢。是姑妈，龙玉明白了。谢谢姑妈提醒。那姑妈，我告退。行了，你也别回宫里了，就待在园子里，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。是姑妈。师父。哎，小刘。哎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啊？哎，太后要进恭亲王来。那你就去请恭亲王啊，算什么大事的？师父，那可是恭亲王啊，太后让您亲自去请，这还不算大事儿。太后要我亲自去请恭亲王，大事吧？哦，这事大了，等于是让我传达太后的意志。拿着，跟太后说，我马上就去啊。哎，师父，哎，你回来，这回小柳子长心眼了不？长心眼了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到底要出啥大事儿啊？跟你有啥关系吗？跟师傅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管谁出事儿，倒霉的最后还是我们做奴才的啊。那谁要出事儿啊？少说话，别多问。少说话，别多问。恭亲王。少多问，少多问。玉明大人，晚上你还回来吃吗？我就不回来吃，你那菜不也得备着吗？不就银子吗？咱不差银子。啊，得也。玉明。这位大人，您找我？你就是玉明。啊，我是玉明。怎么了？不是，去哪儿了？这是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带走。走。爷，菜还给你备吗？皇上。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。
自从你哥哥发配到乌里雅苏台，朕心里面就一直不踏实，总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。皇上，您是不是还为今天的事对臣妾不满呢？臣妾啊，向您再保证一遍，往后绝对不再干那种事了。你呀，行了。哎，对了，皇上，忘了告诉您，志睿哥哥来信了。你哥来信了？信上怎么说的呀？他说他已经平安到那儿了，叫你不必牵挂。嗯，他只要平平安安的到那儿，这心里面就踏实多了。还有你啊，嗯，以后做事可不能那样毛毛躁躁的。嗯，放心吧，皇上。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。奴才参见太后，参见太后老佛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当差呀？奴才叫玉明，在牧场当差。今儿皇帝是不是召你去奏对了呀？是。奏对的时候，皇帝是不是让你把自个儿的履历写出来？你写出来了吗？没，没有。是谁把你举荐给皇帝的？说。是珍妃娘娘。一共花了多少银子买官呀？我没花银子，我没拿银子买官。没有啊，没有你一个牧场当差的能到四川盐法道主事儿啊。看来你是不想承认呢，想隐瞒是不是？那别怪我不客气。小李子，不是太后，你别着急，我又拿了12万两银子。那12万两银子都给谁了呀？给珍妃娘娘10万两，景仁宫首领太监大贵2万两。来人呐！说，把他给我压下去！不是，太后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真的。小李子，把皇上叫来见我。这。那门口的野草处理干净了吗？处理干净了。真处理干净了？真的。你再去看看，你看看，肯定没处理干净。这你我还不知道。小六，出大事，这是真的出大事。你现在呢，赶紧到紫禁城把皇上请来，太后要见他。嗯，知道没有？嗯，重复一遍。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，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。紫禁城把皇上请来，太后要见他。去。你们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也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出了这等家丑，出了这等家丑，私卖官爵，都怪我没管教好啊。太后。太后啊，这件事不能怪你啊。这个珍妃也太不像话了，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十三呐，要不是你们今儿亲眼所见，你们不会相信这事儿都是真的吧？不会。驾手还在其次，真要是让这种人就任要职，那我大清的江山还能指望谁来辅佐呢？